陈皮，你想让我留在他家？别闹了，成吗？外面这么冷，我还说了送他回去。我和陈皮又闹了，你干嘛还找我？没想到在门口竟然看到了小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这么冷一下，赶紧出事了。我能出啥事啊？走吧，回去吧，送你回家。嗯，走吧。嗯。昨天你们干嘛骂我那个？我小杨帮大忙了，我还以为今天铁定会被骂呢。我就知道你昨天肯定没事。谢谢，你就是我神啊，小杨。就一句谢谢就完了，给我磕一个。好，你这么整是吧？哎，你知道我楼下开了一家火锅店，晚上要不要进去吃？今天晚上。哎，少阳，这个是我给你买的早餐，你最爱的蒸红薯，吃点去吧。就是你刚才说的，我得先让你先吃吧。你记得调点酱吗？可恶了。啊不，我今天来早，所以我肯定是早点下班的。我意思，这经理也太可恶了，天天喊他去开会啊，开会就算了，饭都不给人吃。对，太可恶了。给你吃吧，气死我了！你找人啊？平平叔叔真正早下班啊，不是，你来这干嘛呀？我不能来啊。你有事你不能等我下班再说吗？你别在这说，这公司都是人。我求你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啊！我回去干嘛？我还有事呢。你能有什么事啊？哎，不是，走吧，赶回去。谢谢啊，你帮大忙了。大家应一下，这是新到的副总程兵，从总公司过来的，大家欢迎一下。大家好。